大家聊一聊鸡尾酒杯。许多朋友呢都问我鸡尾酒杯的问题呢，所以呢今天呢我特意录制了这期关于鸡尾酒杯的视频，我会和大家分享我的酒吧的鸡尾酒杯。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下滴球杯。那滴球杯呢也叫岩石杯或者古典杯，通常呢它是用来装加冰的鸡尾酒，会装液体6到8盎司。接下来呢这个叫双倍古典杯，简称 DOF Double Old Fashion， 它通常会装液体呢12到16盎司。这两个呢就叫高球杯。那高球杯呢比低球杯要高，可以装8到12盎司的液体。下面这个叫柯林斯酒杯。那柯林斯酒杯呢可以装12到14盎司的液体，它和高球杯比呢，你可以看出它比高球杯高，而且比高球杯细。如果呢你是个咖啡的爱好者呢，这款经典的爱尔兰咖啡杯呢是酒吧不错的投资。那经典的爱尔兰咖啡杯呢，它可以装8盎司的液体，它呢看起来像郁金花型。这款呢叫 Coupe 酒杯，它的杯身呢比较宽，比较窄，它的边呢是朝上延伸。这款呢杯子呢是用来 serving up 的鸡尾酒。什么叫 serving up 呢？是在鸡尾酒经过搅拌和摇匀以后呢，过滤到酒杯，而酒杯中不加冰，叫 serving up。那这款呢，有一款迷你的 Coupe 酒杯，叫 Nico Noro， 它呢看起来像个铃铛的形状。这款叫飓风酒杯，飓风酒杯呢一般用在混合饮料当中呢，它通常是能可以装20盎司的液体。那飓风酒杯和高球杯比起来，你看可以看到飓风酒杯呢比高球杯高而且宽。那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经典的玛格丽特酒杯，它呢主要是用来装以龙舌兰为基酒的鸡尾酒。这款呢倒立的圆锥形的酒杯是马天尼酒杯，它也是用在 serve up 的鸡尾酒里。这两个呢像花瓶式的酒杯呢叫薄荷朱利普酒杯，主要是用来装薄荷朱利普的鸡尾酒。它通常都由不锈钢或铜制成，那它的材料呢可以保持饮品低温，不容易在炎热的夏天融化掉。这两个杯子呢叫莫斯科骡子，通常呢它也是由铜来制成，它的原理也是可以保持饮品的低温，不容易化掉。那它的标准可以装16盎司的饮品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欢迎你订阅
点赞或者留言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